因为疫情影响，已经六年无举办的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今年再度热烈来登场，从第十月七号到十月十三，在台南各地来展开演出。今日上午，南市府举行艺术节的记者会，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表演团体来到台南。今年我想最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暌违六年之后，再有国际团队来。好，那九天的时间，除了南营绿都新的舞台之外，那我们其实在十三区有16场的活动，那其他其实我们为了响应台南四百啦，这次有特别制作了一个风调雨顺的这个响应台南四百节目，展现台南的民俗艺术的这种精华所以今年的南营国际民俗艺术节是相当不一样的，欢迎各位市民朋友一起来参与。这回总共有18个21组的民俗歌舞团体来演出，市长魏天嘛也来赠送市府精心准备的礼品，祝福所有团队表演内容圆满成功。这是一个过去台南县开始已经有非常有历史而且有文化传承的民俗艺术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那所以说，感谢各国来的表演团体，他们在台风天里面坐着大怒神，这个很辛苦来到台南，但是现在台风过去了，表演就要开始了，欢迎大家，这个来一起来欣赏，他们用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台南以及所有的观光客的面前最好的表演。文化局支持本次艺术节的活动丰富多元，精彩节目包括着开幕甲闭幕的国际团队大汇演、盛大的彩粿嘉年华，也佮特别策划台南四百大戏，邀请着市民朋友密切关注，多多来欣赏难得的艺术盛宴。南台新闻台新雅采访报道。